今天带大家来看这个 Nusa Centra Double Story Type D 这一个单位呢，是屋主要出租的，所以一进来有一个玄关处，一道墙，然后有全家室，有沙发，客厅有 aircon， 然后饭厅有餐桌，有冰箱，这是厨房，所以厨房呢，原本后面是一个 storeroom 的，屋主给它敲掉那个 storeroom， 就可以放洗衣机和这个 kitchen tabletop。然后还有厕所。这个屋主他是用了这个白杠来装这个铁花，所以很容易打理。这个就是他的 view。然后楼下有一间房，这个楼下房也是有床 ，queen size 的床。然后有厨，还有 aircon， 然后楼下楼梯处这边有一个 storeroom， 然后带大家看楼上。屋主把这个楼梯呢都包了这个 carpet， 巧克力色的。OK， 一上来有一个中厅，这中厅也是挑高的中厅。然后到了主人房，这主人房也是有一个双人床，然后这个是主人房的窗，还有这个 sliding 门。这是衣橱，所以也是一个阳台，一个阳台。这是主人房的厕所，接下来我带大家看后面两个房。OK， 这两个房一左一右，也是有双人床。这是窗口，然后有衣橱和这个 aircon， 中间是睡的这个厕所，睡的厕所，还可以通过去另外一间房的。Okay， 所以这是另外一间房，有两个 single bed， 还有 aircon。要带大家下楼。这是他的车房。所以砖是铺到完的，砖是铺到完的。22x70，这个 Nusa Centra 带 D 的款式，谢谢。